西班牙折叠刀，巴拿马猫型项链，奇里基鲨鱼坠饰，古董游乐场金币，代币。好，继续这个昨天的剧情吧。游戏神海，神海四，神海四。看门狗二，看门狗二没意思，谢忧伤。那游戏没意思。我感觉今天好闷啊，然后感冒了嘛，然后又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又闷，啊，头又痛，唉，闷死了。昨天晚上裸睡的，所以今天这个有点感冒啊。谢谢小 C 送大瓶。难受啊，鼻子塞了，难受。谢谢小 C 送大瓶。一日盗贼，终身盗贼。好，这个去跟我们哥哥一起去偷一下那个十字架。I can't believe I'm out. I can't believe I'm here. You. You. Italy, huh? Yeah, me either. Just wish the circumstances were less tense.哎呀，他们带节奏，你就不要管他们了。那他们带，他们又不能怎么样？难道能把我杀了呀？对不对？一般看直播的都应该知道，我一天会玩4到5款游戏啊。OK， 游戏玩完了，我可能就要换了。对，游戏都得换。谢霸气，不可能一直播一个游戏。我玩游戏就是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的。出新的我也玩。不旧的我也玩，哎，我操，这就摔死了。哎呀，脑瓜子疼。Watch this， 来钩爪。游戏这个神海四，钩。哎呀，哎，没钩到。I missed。哎，谢楚小小送的2台挖掘机，牛逼啊！谢楚小小，这个游戏300-400吧，300-400，然后 P4游戏都是300-400，都差不多。Holy shit！ 不对，这么跳。So where to next？ 这里，这个游戏叫《神秘海域四》啊，冒险游戏，冒险游戏。Hey， that we can swing off that beam up there. Definitely. Hey, let's switch places.All right, climb over me. I've got a good grip. Okay. 啊，这里。Okay, here we go. First try. 哥哥没死啊！昨天这个不是说了吗？昨天看了，哥哥没死。Come on, Nathan. Looks like you can. 哥哥这么牛逼啊！啊，这就勾了个钩爪。Okay. 没死，没死。哎。啊，游戏攀岩高手，攀岩高手。好，什么时候玩《鲁滨孙漂流记》？10点钟啊，10点啊，谢谢小丑。10点钟，
这个我能不能跟你们说个事啊？这个今天主播有点感冒啊，这个我能不能休息两个小时，八点钟再直播？哎呦，脑瓜子好疼。八点钟直播好吗？不是感冒，鼻子你们听得出来，我鼻子有鼻音，然后又塞。Okay, we're good。脑瓜子好疼啊！谢谢飞爷送六六大宝剑，所以少播两个小时啊啊！我躺一会，稍微躺一会，稍微躺一会，然后八点钟就来。八点钟就来。Did you see him？ 好吧，好不好？八点啊，八点，八点，八点，休息一下，小休息一下。We're gonna pull this off so smoothly we won't need him。先给你们放点歌喽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八点钟嘛，啊，头脑瓜子实在太疼了，没，主要是这个家里啊，这个不通风，然后五平米的直播间，然后这个抽烟抽的有点多了，然后房间里面都是烟，啊，腾云驾雾的像天宫，然后又呼吸又不通，然后八点钟呢直接玩 GTA 五，玩完 GTA 五之后再玩那个，再玩那个鲁滨孙漂流记啊，还不能放电影。啊，只能给你们放放歌什么的，电影是不能放的，好吧？或者七点钟、七八点钟吧，等我稍微休息一下，我脑瓜子实在太疼了，脑瓜子实在太疼了，好吧？我先稍微关一下直播啊，然后那个等会想接着看的可以点一下右上角订阅，因为脑子实在受不了，特别痛啊，特别痛，呜，可能七点，可能八点啊，也可能七点半，对，很快很快，我就躺一会儿，我就躺一会儿。就躺一会儿，好好。